真的又跑11.88哎，我真的超忙哎。我的公关你喝到那113年了，10月6号，那个瑞芳呢14:06，手牌的是4188次苏林发的丢音阳性的苏奥的科普彩绘，牛509-51，大家每天都这样哎，对吧？今天跑11.88，明天跑11.73，11.27、11这样的，10:07。科普彩绘哦，在我们的瑞芳科长那边，OK。188次哦，来洛阳站，然后坐的当然会不是。哎呀，哈哈，今天啊特别起了大早，超累的，就是为了拍我还没有拍过的11.88次吧。因为平常的时候应该还在吃饭。好，进入深澳香港海科馆，小哥车交会了。18.3次，用发射镜商量啊，还够还够走。那我应该五一打掉再乱放。2020年度台湾科普彩绘圈呢，终于在洛阳站关闭车门，然后准备去国外。再见了，拜拜，科普彩绘，拜拜。10月6号。然后再来是金龙皮深澳香港海科馆的，南线1015，南线27，南线26，三节地阿西分享的车在瑞芳，瑞芳站停靠183号去看看，拜拜。6号是吧？